喵，我是波子喵，仲有乜分同埋 Brownie， 大家见到 Brownie 已经变咗做一只喵，就知道要准备参加呢个全球都好红嘅 Pocket 大赛。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为咗争夺第一位，都系咁揿紧嗰部手机。佢系唔需要用脑，唔需要用智慧，靠嘅就系一只手指笃落佢块面度。咁有咩咁好玩呢？其实我都唔知道有咩咁好玩，但佢咩呢？就介绍呢只 game 俾我玩，就所以我支持香港，将香港推到上第一位。其实大家咧都系争嗰个什么千万啊！当然冇错啦，靠一个系唔得噶嘛，因为佢系计咧总点击数嘅，即系睇紧条片嘅大家呢个时候揿个 app 出嚟，一齐揿，一路睇片一路揿嘅时候。都是会增加的。咁而今集我拍呢条片呢，就想测试下用啲咩方法可以最短嘅时间揿到最多嘅次数呢。喺而家呢一刻，你见到每秒钟几廿万上落。不如首先我实测下，用一只手指一分钟可以揿到几多下啦。加藤波次耶！哇！你知道我男人嘅手指功唔系有嘅。就三秒。我用一隻手指，一分鐘可以按到539下，你又按到幾多下？呢條橋咧係 Camman 提出嘅。食我腳趾！哎呀，按錯啊！284。邊個用腳趾玩啊？冇玩嘢好唔好啊 ，Camman？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？石子可以用嚟自制咧一个手机嘅触控笔。冇错，就系呢一条石子。乜废做咩啊？唔食质嘅石子嚟噶。系嘛？石子唔用嚟石嘅咩？见啦，喐紧啊！见啦，仲系哇，快到你啦！哇，好劲啊！只石。你有冇见过人哋咁样玩 Pocket？ 搵咗石子喺度扫部手机。用石子系仲低你用脚趾，但系起码我唔用力，用石子玩 Pocket， 应该全世界得一个系咪？如果我哋攞啲晓震嘅嘢去震张石子，咁样系咪可以方便又快捷又极高速咁样增加啲次数咧？科学嘅探究精神而家正式开始。走，睇下先。佢高速嘅震动震到连部手机都分享唔到，得只孖子，咁借出嚟嘅按摩器，等我完成。呢一个装具，一个 Pocket 嘅国际比赛啊，所以个速度嘅时候就会系咁向上向下咁样打，跟住咧好舒服。但我哋唔系攞嚟舒服嘅，得我，劲哥，佢用手机拍打嘅声啊，好似摩托就嚟裂啦。都系得个200几下啫，同埋见到我个芒贴已经突到花晒，所以大家唔好学哦。威尼，想唔想食肉条？想嘅话就帮手扑下佢啦。香港靠晒你啦，威尼！打爆个 Pocket， 打爆个 Pocket， 威尼，打你个嘴！白痴啦！你自己装我见精灵喺度揿咪得咯，点会自己揿噶？唔可以外挂噶嘛，要自己真材实料咁揿先得噶嘛。点啊？睇到未啊？见识到万物都能玩嘅游戏未？你而家系似帮嗰部电脑按摩紧咯？系啊，你系按摩结果咯。我觉得你再咁玩，我部机要换噶啦。好，出动不凡的波波，哇系啊，超劲啊！哇，自从揾到 Camman 呢个方法之后，我觉得点八下已经系太容易啦，所以我决定挑战100000下，睇下100000下究竟用几耐嘅时间先搞掂。佢系超音速剧啊，佢碌波应该系最唔攰一种揿法。
22:11，十大下只系用两个波。究竟人生呢22分钟我做咗啲乜嘢？总共嘅数量增加几多先？哇！我计唔到 ，OK。咁暂时今日我就 pop 住咁多先 ，pop 咗10万几下，我都开始有啲攰。欢迎大家留言讲下你觉得最快去玩呢个 pop kick 嘅方法。大家都好似啱啱我搓波波咁样搓我个订阅，搓到上100万啦！好，下集再见。希望我哋香港可以上第一。Come on, let's go, pop it!